我觉得太扯了。我觉得太扯了。感谢你们大家，谢谢 18TC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非常的励志，就是我刚刚在唱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脑海里面的宇宙是我大一的时候，我大学一年级三年前，我在台下，然后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个歌手梦，如果我能够站在这边，然后今天四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，我操，给我一个尖叫声可以吗？我吓出我的樱花帮，我的兄弟们，赤子帮，西屯纯爱组，12月3号西屯纯爱组发片演唱会，我也会去唱。如果你们还没买票的，台中 OG， 也谢谢是所有来看的你们，真的台中爱，也爱。下一首歌新歌《瓶中信》，礼拜五会发，那就。夜店第一次唱，走起。